们就仿佛看到我们自己老了。你是真的老了，只有你自己老。这句话其实是可以剪掉的。干嘛大家都一样搭话呢？对不对？哎，他们出了写真集。喂，哎呦 ，EP 啊，对，那你拿手 EP 两首歌，两首歌，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？手砸头皮 EP 里面呢有两首歌曲，一首是快歌，一首是慢歌。那我们今天可以带来好听的快歌给大家听哦。哦，现场带来你们专辑里面的歌，可以，最讨厌哦，没错。那我们掌声欢迎 Hey Girl。接下来单元是黄金左右，哎呦，对不对？讨厌的反应，你们自己觉得丫头你们的反应快不快？快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就是比较各自专长很厉害的，里面反应最快应该是丫头。哎，她的声音为什么是像在快转的声音？对，像唐老鸭快转的，你一直按它，它会一直响。所以丫头觉得她反应蛮快的，听听。我反应才快，我学跳舞的，我会记舞。对，而且我教跳舞的，我会记很多。没有没有，他们教跳舞的。对。是哪一家？我可以去报名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！不要不要，我在家授课。为什么？在家授课。怎样？哇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哇，一对一教。最近也蛮想学一些肢体上面的。大家看看有没有，每个人都很有自信。对，刚才在整个访谈里面发现 ，Hey Girl， 其实他们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反应很快。对对对对对，到底谁的反应比较好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进行我们的黄金左右脑之眼，先来分队，好了。新兵进行曲全新单元《黄金左右脑》。这是一个训练左脑和右脑充分运用的趣味游戏。当主持人说举右手，则比赛的队伍必须做出举起左脚的动作才算正确。主持人说举右脚，则比赛的队伍必须做出举起左手的动作才算正确哦。这个游戏充分考验比赛者要经过左右脑的立即反应，做出上下左右相反的肢体动作，才能成功过关啦。黄金左右脑要考考新兵队及黑 girl 队的立即反应，成功做出上下左右相反的肢体动作才算过关哦。黄金左右脑，看谁反应好。马上就要进行我们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右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左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右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，好好好！哪里哪里？谁？两个都贴一个叉，要跟着跳。来，好，你不要受别人影响啦。好好，我不偷看。Thank you。黄金左右脑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。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。丫头啊，丫头！恭喜我们的丫头又得到一个叉叉。我觉得很有可能丫头就是大头娃。丫头带你的灵魂加工，灵魂来，灵魂来了，灵魂来了，好不好？回魂。东山丫头了。对。为了要让大头王出现，我在这边先祝福我们的丫头，好不好？你应该马上就要变成大头王了。黄金左右脑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。是不是应该左手的话是右脚嘛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啊！你知道吗？斜对角不是吗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斜对角。来，这个先给你自己听。
头王请出列。黑狗队请戴上眼罩，丫头请闭上你的眼睛。请问一下新兵队由谁来处罚？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好了。彤彤要处罚是不是？彤彤，女生下手比较轻啦。对啊，轻轻的拜托。请处罚。好，丫头，请把大头王还我。请问，丫头刚才是谁敲你的头？这个也不可能，女生是洗女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艾辰，因为他一脸就是心狠手辣的。我怜香惜玉耶，哪有你的眉毛多邪恶啊？请大声的告诉我们观众朋友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就是艾辰。你觉得艾辰是凶手？对。Oh my god！ 恭喜你，答错了。正确的答案，凶手就是我们的林道德。丫头，请接受处罚，超酸柠檬片。两片，要整片含进去哦。是的，我们的对丫头，好不好？流口水。在这里宣布，我们的丫头淘汰。我们的丫头已经被淘汰，紧接他派出来的就是他们的王牌婷婷。是王牌是鬼牌没人知道。目前为止统统队只有统统人贴上了。我想一下，我这样做有很明显吗？有很明显。哦，好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是王牌是鬼牌没人知道。对，统统队目前只贴上了一个叉叉，其他人的表现都很好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手。拼牌了，接下来你有可能就是大头王喽，请注意啦。好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。好，彤彤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不协调哎，大头王请出列。哎呀，新兵队请戴上眼罩。来，黑狗队请选择武器。好，他们会不会拿到全世纪最凶狠、最厉害的武器呢？哦，哇 ！Oh my god！ 黑狗队，谁要来处罚？请处。好，请你看看，你觉得他们三个好丑，谁是凶手？你乖乖，因为这个声音不像，那你认为这个声音会不像吗？因为刚刚的感觉有软垫的声音，这没有软啊，都很软啊，这是硬的，是硬的。刚才的软垫，刚才的撞击声有。提供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线索，让现场全体人士惊笑连连？刚才的软垫，刚才的撞击声有十碰击啊！对，有十碰击。对，所以大声的告诉我们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凶手是丫头。丫头她就是凶手吗？恭喜你，答对。
情初恋。是啊。而且我发现丫头最不能吃酸的。统统队，统统淘汰。好，现在黄金左右脑统统队跟黑狗队各淘汰一位。没错。紧接着，统统队派出的王牌就是我们上一届的冠军林道元。他是上一届的卫冕。黄金左右脑，要撞脸。讲的话你没有一句要接啦。等一下各位机会，我试着接接稿，好不好？大家注意听好了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。大啊！婷婷，婷婷哈！大家一起举左手，重复两次。第二次，他竟然犹豫的举了他的右手。哎呦，刚刚被捣乱了。到目前为止。又在婷婷贴了一个叉叉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。等一下。要小心，右手。我刚刚脚举错，还要小心。好，我刚举脚，小心刚好举脚，小心刚刚有举脚。我想要就是刚刚好啊，右脚。你说同样一起举的话比较平均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不把右脸也递过去？我刚刚还跟我讲平均，讨价还价。好了，小心我们给他丑一啊，好不好？婷婷，好。哎，不要动同情牌不行。哎，好吧，请回，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不能用这种美色。小心，我们就让他丑音。小心，要小心啊！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。我今天是第一次哎，好，一个叉牢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。右手是什么？右手是什么？右手是左脚。你不是飞蛇吗？啊，你不是在跳跳舞？你不是王牌吗？啊！加油！大头王，请出列。来，黑狗队，请去戴上眼罩。这个位置很邪门。新兵队，请来挑武器。好，到底新兵队会挑选什么样子的武器？什么样骇人听闻的折法呢？在哪里？哦，好厉害哦！新兵队，到底谁要来处罚呢？好了好了，我来我来，这次给他难看，给他难看。处罚！好来，婷婷，请告诉我们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等一下，在你要抓凶手以前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好，什么？艾辰。请使用这个兵器吓吓他。哇！婷婷，你觉得凶手是谁？我觉得应该不是你，太
这枪拿这样子的动作也很有可能哦。你要不要听一下声音？来，林导演敲一下。No， 没有，没有 Q 屏。都很像哦，都很像哦。大声的告诉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我觉得。谁知道的警情能否用慧眼明察秋毫捉出打他的幕后凶手呢？都很像哦，都很像哦。大声的告诉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我觉得彤彤。彤彤是凶手，彤彤他是凶手吗？恭喜你答对啦。彤彤请出列，超酸的，好绿哦。黑哥对，恭喜我们的婷婷淘汰。左右脑，现在黑girl队只剩下小薰一个人孤军奋战。加油！我们的新兵队表现很好，道远跟我们的艾辰现在目前还在上面。艾辰贴了一个叉叉，也蛮危险的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这段不接话了。我的叉叉在哪里？在这边啊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。上一届的冠军，这一次他也得到一个叉叉。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。目前为止，场上的三个人各得到了一个叉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右。他错了啦！上一次的冠军得到了两个叉。各位，新兵队目前为止，我们的道远得到了两个叉，他是不是就是大头王呢？小心很厉害哎！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。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。哎呀，完蛋了！艾辰，对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。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。小薰，平手哎，来，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左。三个叉叉，上一届的冠军林道远请出列，新兵队请戴上眼罩，黑 girl 队请选武器，他们到底会选怎样骇人听闻的武器呢？Oh my god， 黑 girl
构队到底谁来处罚？请处罚。哦，林导演，我来看看。你是阿胖的菜，不可能。关他屁事啊！不可能，不是啊！我给你面子哎。喂，你很可爱，声音我喜欢，不可能。喂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今天在客栈里面都欺负我们。好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哎呦，你觉得凶手会是谁？小薰，小薰，恭喜你答对。Yes。小薰，请出列。好厉害啊！他们怎么都猜得对啊？夸张了你们。好了，这个啊。一口一口。新兵队，恭喜我们的林导演，啪啪。新兵队林道远的出局，也代表着两队各剩一个人，现在站在舞台上。我最喜欢冠亚军之争，到底是爱晨会成为大头王，还是我们的小薰呢？黄金左右脑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一起举右手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左脚，大家一起举左手，大家一起举。小薰得到了三个叉叉，马上大头王小薰请出列。黑狗队请代战，演奏新兵队请选武器。新兵队，请问谁要来处罚？艾辰，你又要处罚人家，请处罚。小薰请起立，请问凶手他是谁？道远哥，他看起来慈眉善目的，应该不会是他。对啊，满脑肥肠啊！喂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对不起。像你这种，就是背后说人家不好的人，我觉得，哎呦，刚刚应该不是这个，这敲起来没有那么的实，这应该比较虚。哎呦。哎，这没有声音呢！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好，小薰，大声的告诉我们观众朋友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林道远。好，恭喜林道远，小薰，答错。获胜，恭喜我们优胜的单位就是我们的新兵队，掌声鼓励！恭喜胜了吗？我们的黄金左右脑好不好玩？是的，关键剧前面观众朋友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，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新兵进行曲。